今天是2018年9月1号，高三正式开学的第一天。这一天在我们不经意之中就这么悄悄地来了。这一天意味着距离高考还有一年的时间，啊不，只有279天了。哎呦天哪，这才5:40多，还不到6点，你那么早叫我干嘛啊？早什么呀？今天高三正式开学第一天，你不早点起，让两个孩子开点好头啊？磊儿还没有正式仔细看过学校呢，还留点时间让凡凡带他转一转。后来还得转一年呢，这着什么急啊？梅儿，哎，小姨，哟，都起来了啊？怎么起这么早啊？我5点就起了。你昨晚睡得还好吗？挺好的，挺好的。还习惯吗？嗯。你不能这么早就起来啊！你现在首要的任务是身体，得保证身体。嗯。你这个成绩，只要正常发挥，哪个学校都得抢着要你，所以你不能生病，听到没有？嗯，没事的，小姨，我平常也是这个点起。你听小姨的话啊！哎，你早餐想吃点什么？小姨给你去买。我其实都行。那我买回来，你挑。嗯，那你抓紧点，咱们一会儿就要走了啊。好，谢谢小姨。方一凡，方一凡起来了！你看弟弟，5点多钟就起来了，起来写作业了，快点，别睡了。方一凡，要死了！你都睡到这头来了啊！哎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，小懒猪！嗯，小猪快起来了啊！快点，快！你把窗帘拉开干嘛呀？不拉窗帘你怎么醒呢？啊？你再睡5分钟。你再睡5分钟啊？嗯。还困呢？你这跟你爸一模一样哈，再睡5分钟，不着急啊。啊，睡吧。前方有敌人。有敌人？哪有敌人？前方有敌人。哪有敌人？哪有敌人？妈妈，快给我8倍镜！妈妈，给你8倍镜，我给你1巴掌！哎、快起来了啊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赶紧醒醒！今天第一天上学，你想迟到啊？这哪儿弄的音效？儿子，哎，拉完了吗？哎，你先忍着吧，我这刚进来，你招磊儿去，他都进去好久了。他那都已经进20多分钟了，你快点，你爸憋不住了。那没辙了，要不你就先忍着，要实在忍不住呢，你就拿个塑料袋先兜着，回头正好浇坏啊，天然肥料。就是听这玩游戏。刘科回来了，你怎么还没换衣服呀？啊！哎呦，我这排队上厕所，俩坑都占上了，给我憋坏了。你憋会儿吧，孩子现在资源优先啊，控制点。这能控制住？我要能控制这个，我不成神仙了？人有三急，这……哎，对，我跟你说，磊儿啊，进去有半个小时了，是不是水土不服闹肚子呀？磊儿，磊儿，磊儿，吃早饭，怎么回事啊？说你待了半个小时了，怎么身上都湿了？没事，没事，吐了？没，你是不是不舒服啊？没有，小姨，我其实有点慢。哦，没事没事，赶快来，你看我给你买的。哎，爸，我上厕所了，你去上去吧。哦，你去上去吧。我去上去吧。没什么感觉了，怎么了？来，这是粥，这是豆腐脑，这是豆浆，
行了，赶紧吃啊！15分钟以后咱们出发。嗯，方一凡，你又坐在这儿跟个大爷似的，你能不能帮妈妈做点事儿啊？啊，碗呢，筷子呢？你快去拿去，什么都得妈妈伺候你。不是每天都我拿，那我还每天给你做饭呢。我帮你点吧。快点，快点！哎，好了。哎，彤姐，彤姐，你注意点方法，你喊什么喊？你把磊儿都吓着了。磊儿，我不是说你，你过来，你不知道在哪儿。这么一大早就有访客啊？彭女士，这是您的唯品会快递，请您接收一下。谢谢啊。不客气。哟，快递啊？你妈买的什么呀？我给你们俩买点保健品、营养品，补补脑子。哇塞，你买了这么多药，不是这么多营养品干嘛呀？比商场便宜好多呢，便宜一半。那行行，搁下来。